初恋女神徐静蕾率荷尔蒙天团强势来袭，台上的颜值是特别特别的高。心动女神陈洁仪大爆不一样的台前幕后。我对韩龙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很可爱，本来是想摸她的脸，可是就觉得她的脸颊好可爱，我就手感不错。那你对洪老师的印象呢？看节目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位演员，她就是个演员。独门唱功大方相授，说话的方式。本周五晚20:20特步天天向上，特步飞一般的感觉。